面向，我们在这边大概要停留半个小时。车九，大车。这边也可以，好，那停右边啊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这边停这样。来，我们在这边下车，下了车之后先跟我走，我把你们带到古城那边，大家去拍拍照，然后呢就在古城那边逛一逛，然后半个小时差不多在那边哈。现在我的是9:50，然后10:20的时候我们就在车上集合，然后怎么过去就怎么回来，反正你逛你是怎么。